了。二胎怀上了。讨厌！你买那彩票中奖了。啊？嗯。不可能！都买这么多年彩票了，也一次也没中上啊。你看看。啊？这是不是你给我写的彩票那号码？是啊。我挨个都对了，都中了。啊？嗯。真的吗？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看你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没有。你咬我一下，咬我一下，咬，你咬我一下，使劲，使劲。完了，假的，一点都不疼。什么假的？刚才我太激动了，咬我自己了。你看这红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米啊！啊！真中了呀！真中了！中多少啊？两万，多少？两万！你高兴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中两万！对呀，大米啊，中午跟我去一趟海鲜市场，干啥呀？大葱不吃了，啊？买大虾，买像葱这么长的大虾。干啥呀？回来我蘸酱吃。你妈，瞧你那点出息吧，大米啊！咱们不是马上要买车了吗？对呀，这下行了啊，钱富裕了。对，买档次高的，那就买自动挡的。不行啊，那不行，不够档啊，买六个档的，推土机呀。那就档次低一点的。对，五个档的。行，大米啊，以后咱们要再出去买菜的时候呢，咱就不能走着去了啊，咱得开着车去。哎呀，用不着，我上菜市场买菜走路才三分钟。去远一点的菜市场吗？哪儿啊？葫芦岛。啊，到葫芦岛买两个虾爬子咱再回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记住了 以后咱们去买菜的时候，路过高速公路低于10块钱的咱不能去啊。老公，哎，你太厉害了。啊，哎呦，哎，等会儿，大米啊，哎呦妈呀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两天我就觉得颈椎不舒服啊。刚才你一晃我以后，我一下就血就上来了，是吗？哎，我通了，哎，是吗？哎，我怎么有一种飘的感觉呢？哎呀妈呀，哎呦我，是吗？啊，是啊是啊，你再能晃的我很飘。那咱再继续飘。你再晃一下，我就特别舒服。老公老公你最帅，老公老公你最强。哎呀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。哎，老公老公你最棒，老公老公。住手！干什么玩意儿？大姐，就你这大体格子，再把大姐夫给摇报废了。你大姐夫今天就喜欢让我摇他，越摇他越帅。啊，大姐来，你摇我一下，让我也帅一会儿来。哎呦，你怎么摇都废了？什么？师傅，哎，你觉得你大姐夫今天，哎，帅不帅？啊？啊？帅什么帅？这叫自恋。你瞅瞅，让街坊邻居们瞅瞅我大姐夫，哎哎，往这儿一站，哎，就一个数字2。什么意思？你还什么意思？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看看啊，哎，12年的衬衣，02年的裤子，92年的皮鞋，82年的袜子。两口子往这儿一站，哎，就是非常2+1呀。哎，一啥意思啊？一对奇葩的夫妻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刚才我一直有飘的感觉，这小子一来我就咔嚓落地了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你两口子你得感谢我，我是用炮把你轰下来的，要不然你还云里雾里边呢。钱顺风，干什么？你净打击你大姐夫积极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大姐夫买那彩票中奖了。哟，哎呦，新鲜嘿。大姐夫，真的中了，中多少？哎呦，你看自己都知道自己二了，很好。妈，我中了20000块钱。真的？对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大姐夫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！啊，这20000块钱一辈子都别花了它。哎，我建议你两口子把它裱起来，每天在我大姐面前边晃悠，我大姐夫好晃悠你，让你越来越帅呀、啊！哎，田主官，干什么？你就不怕你大姐夫好吗你？你看大姐夫今天多高兴啊！我就看不了他高兴。瞅你样儿，老公啊，甭搭理他，咱进屋，
我咬你去啊、嗯、让你飘起来。不是你咬你飘没人看见，飘起来有啥意思？孤芳自赏。对，我们自己飘着玩，跟你没关系。管着吗你？回屋摇去，摇就摇，看什么的。耶、哎！阿米，哎，下午好。摇起来。那怎么划船都不用桨，全飘浪了。不是，啊，媳妇儿你过来，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？我说这划船都不用桨，全靠浪吗？哎呀！我媳妇这小词儿整得太准确了。大姐和大姐夫今儿咋了？大姐夫吃大葱吃岔气儿了、啊、大姐给他晃悠让他上下通气儿呢、啊、行了。哎，你从银行回来了？去银行干什么？忘了。干啥呀？今儿是咱们公司的贷款还款日。不是下个月的今天吗？下个月的今天银行把咱公司都封了，还下个月？哎呀，压什么压？你是不是钱没准备啊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作为老公怎么能让你着急，让你生气，让你着急？早准备好了。行，那你别忘了啊，银行五点下班，40000块钱还上，别老三心二意，这事儿一定办好，办不好给你打成零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走了。哎呦我的天，看我媳妇这小词儿啊，54310。我给忘了，这家伙银行还款日我给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，这可咋整啊？5点钟下班，这都3点了，2小时我上哪儿整40000块钱呢？我老公你真帅，摇得非常好，飘起来了。大姐夫那儿有2万，我先弄2万，是2万吧？大姐耶，哎，把大姐夫摇出来吧。干啥玩意儿？干啥？告诉你顺风，我跟你大姐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飘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大姐夫碍着你啥了？此话差矣，这个家也是你们的家，你们爱在哪儿摇在哪儿摇。哎呀，坐这儿媳妇儿。媳妇儿我害怕。没事，大姐夫你坐。大姐夫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中了20000块钱，是不是？啊，把它借给我呗。啥？啊，完了，这钱这小子惦记上了。气气的不借。对，顺风啊，哎，你要借钱呢？啊，没了。咋没了呢？按照你的指示，这钱已经裱起来了。他咋还裱起来了呢？嗯，挂墙上了。对呀，然后你大姐夫和我。在我前面，他拿了个晃啊晃，然后我再摇他呀，我不摇他我怎么夸他帅呀？哎呀，先别说帅不帅的事儿。不是上分，你把钱借给我。你先别提钱的事儿，我问你、啊、你大姐夫今天哎帅不帅？不是，你先把钱借给我。不是，你先说你大姐夫今天帅不帅？我真的有急用。顺风你哎过来。哎呀，大姐我真有急用。借钱是吧？啊、哦，现在重要的不是钱，那是啥呀？重要的是你大姐夫帅不帅。他帅不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赶紧把钱借给我。哎呦，你这么聪明人怎么还没明白呀？我明白什么？你大姐夫好不容易春风得意一回啊啊！我正摇着他，他往上飘呢啊！你别往下拽呀，你得让他继续飘啊，是吧？让他扶摇直上，这样他高兴了，你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哦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我得摇他。对，大姐夫，哎呀，大姐夫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是不是？哎，要问你今天你大姐夫帅不帅？大姐夫你太帅了！哎呀，大姐夫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大姐夫你今年得快60了吧？看着跟12似的，报纸上都登了，我大姐夫是冻龄人。哎呀！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我不行啊！哎呀，我真的不行啊！你看我这12年的上衣呀，是大姐给你买的。我02年的裤子是大姐给你缝的。我92年的皮鞋是大姐给你擦的。我82年的袜子是大姐给你穿的。嘿嘿嘿。舒服。
大姐行不行，我可把他摇到西湖上去了啊。行了，你再把他淹着，我啥时候给你大姐夫穿个袜子？我穿。大姐夫，哎，把袜子脱下来，我给你穿一回。光穿袜子行吗？让我闻呢。大姐夫有点过分啊。行了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媳妇儿啊，这小子今天指定有事儿。对，这是急眼了、嗯，这么多年也没对咱俩这样啊。对，来来来，媳妇儿你过来。哎呦呦，大姐夫问问你。哎，大姐夫你说，到底咋回事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今天啊是我们公司借银行还款的日子啊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明天我们公司得让银行给封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顺风儿。你可真行啊！你是妈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给忘了吗？我给忘了。你可真行，你借我钱忘了行，你借银行钱你也敢忘吗？你忘了真收拾你！我是是是媳妇儿啊，赶紧把钱拿过来，啊、快点！来，淑芬，拿着，拿着，谢谢啊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两万块钱呢？不是，这就算是张彩票，你也得把彩票给我吧？你给我一堆号码有什么用？彩票不在我这儿，不是，大姐夫啊，我可把你摇到西湖上去了，啊、你别在这儿给我装老妖精啊！你给我整个白条你。你过来，过来，顺风，你过来。我跟你说是这样，昨天我把这个号码给了田笨笨啊，我让他帮我买，我在外边忙没时间，他答应我了。现在彩票就在笨笨那儿、嗯，咱俩过去找他，完了以后拿过来一兑奖，两万块钱不就有了吗？你找笨笨去。走走走走。对了，你欠了多少钱呢？我欠4万块钱啊，帅哥，怎么的？你还能帮我解决2万呢？帅哥没有了啊，美女不有吗？我们家有钱呢，跟你大姐要啊。大姐她抠搜的，她咋说的？我说你这智商啊，你摇她呀，你就像刚才摇我那样，你也摇她，明白不？你把她摇的飘起来，一直飘到西湖，我俩一相会，然后咱俩一起使劲把她往塔上一送，这钱就有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摇完了大姐夫，我再摇大姐，他两口子是我的摇钱树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你真棒，大姐，大姐你最强，大姐，大姐上西天，什么玩意？什么玩意？胡说啥呢？你上了西天还有钱吗？你这瞎。西湖，西湖。来来来，那行吧、哎、是这样，顺风真的有急事儿了、啊，咱得帮他。行，那咱家那卡还在吗？在我这儿呢。这样，车先不着急买了，从里边取2万，哎，怼4万给顺风。谢谢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刚哥，太好了。哎，刚哥，哎呦，怎么着，笨笨？终于找着你了。咋了？物业有点事你跟我商量一下来。去、啊。物业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赶紧的，彩票给我。对对对，什么彩票啊？不是。就我昨天给你打电话让你帮我买，我不是号码给你，你也答应我了买彩票。哎呀刚哥呀，啊，昨天我太忙了，我就没买。没买啊？顺风，完犊子。老天爷呀、哎、刚哥啊，别着急 啊，我没买，我让小米粒买了。小米粒？谁这么想我呀？我。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你最棒！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你最强！快快快快快，买的那个彩票，彩票给我！彩票啊，在这儿呢！哎呀，咋的？中奖了！哎呀，行了，这就行了，肯定中奖了！哎呀，顺风啊，解决问题了！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，让我渡过难关啊！我告诉你，顺风，你别说中奖了，就是没中奖，你这事儿。街坊邻居，包括我们亲戚朋友，都得给你解决，对，必须解决。高哥，哎，你们这个家庭太温暖了，我也想早日加入。好，二姐夫，你就甩开膀子干吧，有咱们全家人的支持啊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就是家的温暖，我有点飘呢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别飘了，赶紧取钱去，快点拿着，飘的快不行了。Yeah.